近日，范长江香港传媒学之一学到目睹古镇探访姑苏第一镇，不同于香港一片车水马龙，太湖之滨诗意风光，苏绣、园林尽显独属江南的温婉清丽。门对香溪，背倚岭南，走进严家花园，大意春夏秋冬四时景区，小意南木直柱，通幽曲径，海棠花轿，尽显江南水乡风光。青衣桥、双贤堂、宜宾厅，厅堂连廊，池水清清，满眼悠悠江南。有青山绿水交融皇家古韵，有古典建筑与唯美苏绣艺术交相辉映，在姚建平刺绣艺术馆可以领略针容百家艺开新景。姚建平老师传承传统文化和技艺，后启苏绣新时代，为纪念中国实现百年商务原作的仕女蹴鞠图，用针绣技法百种针法入手，源自国宝，超越国宝，就是一座苏绣博物馆，表现绘画摄影所能表现，以苏绣呈现原作神韵。目睹古镇低游流行，渐进昔日江南好风光。